Tyson Yoshi 早前开 live 宣布取消7月亚博歌唱嗰阵，曾经提到睇周杰伦演唱会嘅经历，而被指串爆周董消费观众。寻日 Tyson 出席美容活动，都有为呢件事认真解话。我唔系咁讲，我唔系咁讲。不过嗰个 title 咧，我系觉得啊，你咁写又真系几多人入去睇嘅，咁啊，我都唉你赢咯咁样。我嗰阵时系话，我就唔想为搞而搞啦。讲完下面就有人问，咁你咪搞 part two 咯，唔使搞新嘢噶，唔使有新 content 噶咁样。跟住我就谂起冇新 content， 咁我以前睇过嘅经验就系嗰个 show 啦，我就系咁样讲。系咯，咁啊，学识咗讲嘢唔好太摆太埋咯，咁啊，系啊，就五月嗰阵时，你会唔会睇啊？周杰伦嗰个 show 咧？五月要去泰国同系啊，睇下时间咯。如果时间允许嘅，都会想睇嘅，系啊。有期望先，睇下个 show。期望梗系有啦。咁人哋天王嚟噶嘛，系啦。但系惊唔惊到时睇嘅时候，又系好似你当时个反应咁？唔系，我觉得依家睇 show 同我以前睇 show 唔同咗。我依家睇 show 系会以睇人哋个舞台个 spec， 跟住音响，同埋有阵时喺度 peep 下人哋，即系啲做mixing 啊，佢哋哇现场听成点啊，人哋哇台湾团队咁样。系。唔好，你会唔会讲？会唔会评论下咁样？周杰伦点会唔好啊？唔好玩我啦！睇唔睇到周董个 show 真系未知之数。事关泰神嚟紧嘅 schedule 都好忙，月底要搞台湾 show， 之后五月就要去泰国、马来西亚走 tour， 就连寻日完咗活动都要即刻赶去机场啊！去东京拍嘢，系啊，拍乜嘢？拍 MV， 系 MV， 系啊。今次落好重本啊！次次都重本啫，每一次系。系啊，有阵时谂到啲桥又即系都系嗰个谂法啦，就系、是、啊，系悭翻今次，跟住之后储多啲先咁。但系又成日谂咁，到时冇人睇我咧，有钱但系冇人睇我拍嚟都冇用啦。咁不如依家拍啦，咁样咯。系 MV 里面有冇即系拣选咗挑选咗啲女主角？呢、這个唔透露住。点解透露住？唔透露住。大家。等下，女朋友同你一齐啊？女朋友唔啊，佢喺度帮我睇住健身室嗰边。但系选角当中里面女友会唔会俾意见或者去监察？我都要过目下咁样。佢又冇。哇！佢帮你打埋工咁啊？系啊。你会出粮俾佢噶？梗系有啦，大佬喂，免费死人噶，大佬。香港演唱会系咪会再迟啲先？香港演唱会啊，睇下年底第三隻碟反應如何先啦，系啦，因為今年其實睇下都幾多 show 下嘅，所以其實香港嘅觀眾都唔使話擔心見唔到我，都幾多 show 下，系啊。收到呢粒定心丸，香港 fans 開心曬啦！請大家 subscribe、comment 同埋 live view 1HK 嘅 YouTube 頻道，再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 Facebook 啦～